原来被摸屁股是这种感觉呀、啊！怎么这么酥酥麻麻的？跟自己碰自己还不太一样。为什么偏偏是他呀？这以后怎么见面？阿宁，阿宁，怎么来了？阿宁，我太想摸了。有什么话在那儿说就好了。上次同学聚会，你看到杜凯的记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啊？我上次都跟你说了，我什么都没看清。你到底看到什么？哎，我都跟你说了，你记起了什么，我就看到了什么，就这样，很模糊，完全记不清了。哎，你说说看嘛。哎呦，我没骗你，我真的记不清了。话说。你不是想利用我这个功能去帮你做生意的吗？怎么又想找记忆了？你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，我以后不利用你也行了吧？小气巴拉的，实在是太冷了，我们回去说。我是请了假的，我要回酒店。酒店是我开的。话说，这是你十年以来第一次有了回忆的画面，恭喜你了。哎，五万，合同的事怎么办？看心情。喂，喂。